好了，现在的主题是圣灵充满。我在1998年的经历，将我的生命完全的改变。这个布道家从南美洲来的，他安守在我身上，马上我感受好像电流进我的里面，很大的爱充满我的心灵。我就说，哇，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经历神的，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按手祷告可以这样经历神，我就非常，当时我哭了很长的时间，我里面真是充满爱，充满感动，我就说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经历神，我以后就多祷告。其实我发觉很多你就是专心的爱慕神，你也可以经历神的。其实在这个之前，他按手之前，我信耶稣的时候，初期的时候，我发觉当我赞美主，当我读圣经，我已经发觉很平安的，很平安。有多少人在这里，当你灵修的时候，读圣经祷告的时候，觉得很平安，很有平安啊，有爱啊，有感动，有力量啊，举手，请你举手。这个已经是神的同在带来的。问题是当时我不知道可以进步，我不知道。如果我可以进步，更多时间爱慕神，圣灵的充满就更强烈。但当时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用很多时间去亲近神。但这个经历，1998年，当这个布道教按手在我身上，我感受这个爱，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说，原来可以这样经历神，我非常的感恩，我就每一天用很长的时间赞美主，慢慢我就学到怎样用心灵敬拜主。有些人祷告是这样，但是用口说出来，神啊帮助我啊，我需要钱啊，快帮助我，就是说话。他们的祷告是好像电邮，你们是不是用这个名词啊？这个 email 是不是电邮？邮件、邮箱，用邮箱传信息。他们祷告也是这样，神啊，我要这个，我要钱啊，我要工作啊，我要读书好啊，我要老婆啊，我要儿女啊，都是告诉神我要什么。但后来我学到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怎样用心灵诚实敬拜呢？耶稣说用心灵诚实敬拜，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敬拜的应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心灵和诚实包括什么呢？魂，我们有灵有魂。魂包括，那你会写下来，思想、意志、感情。思想、意志、感情。思想是完全认同神是最好的，神是最美善，圣经是最好的，神的道是最好的。思想，我告诉你，我的思想啊，神在里面充满恩典，神是充满恩典的神，神是欣赏我们的神，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姐都不能不得赏赐，所以我深深的相信神是最美善的，像他所创造的都非常美好。这是最简单的水啊，你喝水也很舒服，是不是？感谢神啊，有水，有空气，你呼吸是不是很舒服啊？深呼吸是不是很舒服啊？神创造都是美善，所以第一个思想，神是美善的，他的道路是最美好的，他的言语是最美好的。我整天是这样相信，神的里面充满恩典。第二，思想意志，我决定完全的跟从神，全力的跟从神，服侍神到我死的一分钟，都是服侍神。我的心态是，我完全的愿意跟从神的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所有的权柄、荣耀、能力都在他的手中。他使人正大强盛，他叫我们有力量，是神这个历代志上29:12，
在他里面有能力，他能够叫人成为伟大有能力的，所以我决定完全的跟从神。第三，感情，我们的魂包括我们的感情。我问你，你喜欢你家中的狗吗？如果你喜欢吗？喜欢。喜欢啊。为什么你喜欢狗呢？因为它很可爱。很可爱啊。也你回家它马上就找你啊，它的摆它的尾巴。是不是神创造的狗啊猫啊都很可爱啊？神造的人也很可爱。其实你发觉人可以有回应的，人可以有回应的，你跟人沟通可以有回应的，可以有感情的，是不是？我们与人与狗猫有感情，我们应该与神有感情吗？我希望我们有强烈的感情。我告诉你，我真的与神有强烈的感情。我与我的太太有很强烈的感情，我的太太对我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是神给我的礼物。这是我跟我的太太的照片。是的，她真的很爱我。我有什么麻烦呢、困难呢、她都会记得的，她都会问候我的。我有被蚊子叮了，过一天他就问我、现在怎么样啊？你在哪里？有些红的疮啊，在身上啊，他常问我现在怎么样啊？他是整天的关心我的，是神给我的礼物，所以我与他有很好的感情。我一天多次的与他沟通，我也要建立这个关系，这个婚姻。但我告诉你，我与神的关系更强烈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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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神是所有恩典的来源，我们的生命也是来自神，我们的永生也是来自神，我们的智慧能力都是来自神，我们的喜乐都是来自神。所以我就说，我想到神就喜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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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神就喜悦。有些人说，为什么喜悦呢？我说，你看你吃的食物，你喜欢吗？你吃的食物你喜欢吗？喜欢，不知道。不知道啊？是什么食物？不知道。有时候喜欢，有时候不喜欢。有时候不喜欢，因为不好吃，是不是？有些容易太油了。太油了，好了好了。但我告诉你，神创造的是最好的，是人放了太多油在里面，不是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但神创造的很多食物是不是都很美味啊？是的。你们喜欢食物吗？我们喜欢食物，也喜欢创造食物的神。所以这个灵的祷告，喜欢神，我告诉你，喜欢神已经去祷告，因为圣经说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成家地的高处。所以我整天都想到神，哈利路亚，耶稣，哦，耶稣，赞美耶稣。我是真心的喜欢神的。我喜欢神，神就这样喜乐充满我的心灵，神就这样恩典赐给我，神就给我很多鼓励。例如老师听到神的声音叫他、与我配合，这个是神给我的鼓励，就是说我所做的不是白做，是神喜悦的。我就知道神真美好，所以我与神有很深的感情。我整天思想神千百次，我一天我常常都想着神，我现在也想着神，哈利路亚。我就发觉，当我用心灵这个魂思想意志感情，还有我的灵，整个灵好像飞到神那里。我告诉你，我的祷告是这样的，好像我的灵，好的，我的里面飞到神那里。哦，哈利路亚，飞到神那里。
我每一次这样做，神的喜乐就进我的里面。当天我经历圣灵充满这个布道教会，我安守。后来我回家，我呼叫耶稣，耶稣，我呼叫的时候，能力就流过我的身体，喜乐也流过我的身体。现在也是这样，哈，耶稣，喜乐就涌流。我就说这么美好，现在我祷告马上有回应，所以这个真的改变我的生命，也改变我的侍奉。因为我为很多人祷告，他们就经历生命改变，有喜乐，有平安，身体医治，身体医治，邪灵赶出来，很多的改变，我的侍奉就大大的提升，比以前强千百倍，比以前我的侍奉强很多很多倍。我现在讲的很轻松很轻松，我带领经脉很多人经历圣灵，这个就是神的圣灵的充满的祝福。圣灵充满是什么呢？就是与神有极度亲密的关系。耶稣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哈利路亚，你在我前后弯腰，我安守在我身上，你永远前边服侍我，我感谢你，我享受你，是不难的。有人说是不是很难？我说不是难，因为神已经单方面的恋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他已经献爱我们，所以你回应他，他很开心的。就好像我用一个比喻，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秘密的爱你，他看着你就在笑，很想跟你沟通。如果你没有结婚啊，还当你是在那个这个结婚的年龄啊啊，你们还有没有结婚？你知道有一个人常常都看着你，看着你就笑，你跟他沟通他就很开心。你就知道你跟这个人沟通很容易，是不是？因为他已经单方面的爱你。神就是这样，他已经单方面的爱我们。所以我很相信圣经说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我知道我亲近他，他是很开心的笑的，他笑得很开心。我这样爱神，神是很喜悦的。我希望你们就心灵是这样敬拜。我就发觉当我用心灵程序敬拜，我就随时经历圣灵同在。也带领人敬拜的时候，他们都很容易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我的侍奉就提升。我就发觉这是神的侍奉，不是我的侍奉，是神的工作。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是耶稣的轭，耶稣的侍奉。所以我侍奉的时候是很轻松的，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圣灵充满就改变我的生命。好了，我们看这个哈，我们一起读哈。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与神有高度的关系，整个生命献上给神，与神有极亲密的关系，自己在祷告时随时经历神的同在和工作，也能帮人经历。意思是圣灵充满是与神有高度的关系，是真的与他连在一起，整个生命献上给神。有些人以为在祷告中经历神就是圣灵充满，我说不是，这个是经历圣灵。你们这两天是经历圣灵，未必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圣灵常常的充满你，你常常在神的同在，强烈的同在。我告诉你，我现在一边说话，我里面一边感受神的能力在流动，真的非常美好，哈哈哈哈。神的喜乐就充满，这个是高度的关系。我也将我的整个生命献给主，我的时间都是神的，与神有极亲密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而且自己随时祷告都经历神的同在和工作，随时经历神的平安、喜乐、力量、智慧、聪明。
也有耐心，有平稳安静的心，也能够帮人经历神的同在，这个就是圣灵充满。我的定义上面是圣经所说的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下面是我所说的，但圣经也有说的，就是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可以常常有神的喜乐。圣经有说的，他们又被圣灵充满，他们又有喜乐了。所以圣灵充满带来喜乐，所以圣灵充满叫我们常常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工作，然后我们为人祷告也可以经历神。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为人安守，他们也经历圣灵。哈利路亚，你们想吗？好了，神的同在是可以经历的，神的同在和作为是可以经历的。我一起读哈，诗篇三十四篇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们有尝过不同的食物的味道吗？这个苹果啊，芒果啊，这个 pineapple， 这个 pineapple 啊，是什么？凤梨。凤梨哈，有尝过有没有尝过这些味道啊？什么味道？凤梨，不同的食物是不是不同的味道？是不是？这你说什么？主也有味道，主的味道是什么？平安、喜乐、平稳、安静、轻松、有力量。所以这里说，我们可以经历神的，这个是很多人信耶稣没有知道的事情。我以前在信耶稣的时候，教会也没有强调这个教导，没有强调神是可以经历，并且更强烈的经历。当时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可以这样经历神的爱、神的力量、喜乐，所以这里说可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经历过圣灵的爱，我知道在天堂我会经历的是更强烈，所以我渴慕去天堂，我很渴慕去天堂。但我渴慕去了天堂，我会求耶稣，耶稣可不可以允许我回到地上，告诉人天堂是怎么美好？你知不知道有很多人去过天堂回来形容天堂的情况？我很想能够去到天堂，然后回来告诉人天堂是怎么样。我现在经历神已经非常美好，但我要经历神更多。好了，上面都讲到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平安，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然后神也可以给我们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他就叫你安息。所以很多人祷告就觉得很平安，很舒服。神是可以经历的，你经历到神的同在，你就感恩。你们祷告 有平安喜乐，你就说感谢神，感谢神很平安喜乐。神是可以经历的，是神带来的，是神同在。然后罗马书五章五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就是爱也可以经历的。我经历过神的爱，我觉得非常美好，我知道在天堂经历更强烈。我告诉你，有一个人去过天堂，他看到耶稣那里有一个波浪涌过来，他不知道这个波浪是什么，他以为这个波浪，因为他刚刚从地狱上来，因为他是紧紧信耶稣的，去到天堂，他以为这个波浪要将他打回地狱，但当耶稣这个波浪来到他那里，他形容的时候也哭。其实这个经历是在他大约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分享的时候是可能是五十岁的时候，他讲的这个经历，他也哭。他说没有人能够预备好遇见神的，有一天你遇见神，神的爱来到你身上，你就说我不知道神的爱是这么强烈这么大。因为很多信耶稣是没有进入神强烈的经历，没有多亲近神，所以经历不多，所以他们不觉得神是这么美好。我经历过神，我知道神是美好。其实
这两天我为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的经历好不好啊？好不好啊？有没有平安、轻松、喜乐？有没有啊？有的时候你就说很美好，但这个经历是可以加强的。这个人就分享，在网上分享这个经历，我看到非常的感动，我真的很渴慕有一天去到天堂见到耶稣，他的爱涌过来啊！我告诉你， 我一想马上这个爱就来了，刚才这个爱过来，我就感受这个爱过来，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美好。但这个需要你建立与神的关系，建立对神的信心，相信他真的充满爱，然后他也医好伤心的人。如果你有伤心，神会安慰你，医治你，神会当你在神的同在。我告诉你，当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的父母离婚，我的后母来了之后常常骂我们打我们，我就开始做噩梦，也开始梦游。我晚上走起来就走来走去。我最严重的时候梦游是怎么样呢？我在做梦，我在建造一个墙壁，在这个梦中建造一个墙壁。然后我发觉当我建造完这个墙壁，我是站在这个墙壁的里面。你建造墙壁是在外面的，是不是？但我发觉我是在里面，建造了这个墙壁我就不能出来了，我就很怕，我就打这个墙。然后我醒的时候，我发觉我真的将这个墙不是在你的墙这么硬的，是很软的，我打就穿了一个洞。这个是我最严重的一个梦，这个噩梦，也是在梦中会动的，有动作的。我是在这个情况长大，所以不要以为我是从小在爱中长大，我不是的。我在家中是很多很多的打骂，就是这个情况长大。但神就医治我，神医治我，神祝福我。而且当我为人祷告，很多人都有感动的。刚才这个姐妹也说有些感动其他人昨天也有感动。这个就是我们的爱，有这个爱的恩膏。我曾经去非洲，有一个姐妹对我说，昨天晚上我在梦中见到你，你为我祷告，我就经历感动，有爱，有喜乐。然后她没有见我，已经在梦中见到我。其实我有三次这个经历，有些人没有见到我，在梦中已经见到我去那个地方。然后我就为了这个人祷告，他就经历神的爱，神的喜乐。这个是我在放在网上的在 YouTube， 但你们看不到的这个人的分享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给你看的，我的手机可以给你看的。这个就是神医好伤心人，他的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一起读哈，越爱亲近和尊崇神，越经历神的同在和作为。你越亲近神，你经历越大。圣经说信人都有神迹随着他们，一起读哈，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信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是奉我的名赶鬼，说信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圣使所传的道。我想问你，谁可以赶鬼？神。神，所以这你说谁可以啊？神。信的人要看圣经，看圣经。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奉耶稣名赶鬼，谁可以安守啊？信人也可以守望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每一个信人都可以有神迹随着我们。然后二十节，主和他们同工，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证实所传的道。神迹的目的是帮助人相信神的话语，
当我第一次经历神迹是这样的，我在一个教堂讲道，我问这个传道人，我可不可以为他们按手祷告，他说可以啊，谁愿意就进去一个房间，然后他们进去，我就为他们按手。当时我还 不是很熟悉怎样按手的，他们都没有叫他们站起来，站起来更好的，但他们就坐着，我就为着劝解为他们按手。然后祷告完了，我就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经历，有一个姐妹跳起来，我的腰骨痛，现在没有痛了。另外一个跳起来，我的肩膊痛，现在没有痛了。这个是我第一次祷告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求医治，就是信靠神他们就得医治。之后我很多很多次的医治，有一个有癌症的人，他说有一个多月他在痛，然后我为他祷告，也告诉他放松自己，轻松喜乐，享受神的爱，然后他在神的喜乐中很开心，然后他说就没有痛了。后来他回家去检查，发觉这个癌症没有了。我也有其他的神迹，其实是神的神迹，所以我鼓励你们相信。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圣经有说的，保罗出去传福音去加拉太是因他有病，提摩太屡次犯罪啊，不是屡次患病，可以稍微用点酒啊，也讲到啊，特罗菲摩啊，以巴弗提他们都有病，以巴弗提差不多病要死了。所以我们不能说神你必定医治，但我们祷告的时候的确很多人都医治了，这个是我们可以使用的，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可以用的。你多祷告，你为人祷告，你发觉真的有人得医治的，然后也可以叫我们平稳安静很舒服。很多人说在祷告好像轻飘飘的，圣经有说的就是个这种肉身也安然居住，我的心快乐，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诗篇十六篇九节。因为我们亲近神，就肉身也安然居住。我告诉你，我想着神啊，整个人就好像轻飘飘的，哦，每一次都是这样，非常美好的。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啊。也神也叫我们安然睡觉，神所爱的，神叫他安然睡觉。然后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再由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传福音就有能力。我其实会为你们与你们一起操练，为人按手祷告，你也可以有能力。起初的时候能力可能不是很大，但慢慢越来越多亲近神，能力就越大。我也解释一下，有些人祷告就会摇动，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有摇动。圣经有没有说呢？这个我们看一看，这个启示录一章十七节，约翰的经历，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般，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约翰见到荣耀的耶稣就扑倒，其实原文是跌倒，没有说是扑倒，没有说是向前的，就是跌倒。然后扫罗在使徒行传九章三节，他见到天上发光，然后就扑倒，原文是跌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这里说约翰跟扫罗见到耶稣就跌在地上，强烈的就跌在地上啊，昨天这个王西姆为了祷告，他有几次都好像跌下来，这个是也是真实的，这个是真实的神的能力。但有些人不是这么强烈的经历，可能会摇动。我自己如果我投入赞美主放松自己，这个力量就来的，这个力量就摇动我，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是你们也可以多亲近神就能够经历这个经历。这个
为什么我说这个经文呢？就让你知道，圣经的确有说圣灵会影响你的身体，因为有些人不知道，他们以为圣灵就是影响心灵，但圣经有说圣灵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好了，圣灵充满和神迹性的侍奉的恩赐是有圣经的根据的，是圣经有说的。啊，刚才我给你的经文就是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奉耶稣名赶鬼，然后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这个是信的人都可以有神迹。我曾经训练很多人，他们为人祷告也有神迹。我鼓励你们，你们多祷告，然后为你的家人祷告，他们会经历圣灵，你就可以带领他们信主。然后圣经也说，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有血气的，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圣灵充满是神的意念还是人的意念？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是神想还是人想？神想啊，神想充满你，因为充满就是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但很多教会不明白圣灵充满，所以有些教会抗拒。我怎样帮助他们？我就说爱神对不对啊？你就投入用心灵程序敬拜爱慕神，你看看有没有经历。我会这样对他们说的，你看看你赞美主会不会经历平安轻松喜乐，有力量在你身上。你有的话就知道圣灵真的临到你身上，不是他们说灵恩派的才有，不是，信耶稣就有。其实我告诉你，我不是灵恩派。为什么呢？因为灵恩派有相信一些教导是圣经没有说的，我是单单用圣经跟从圣经的方法。怎样跟从圣经的方法？用心灵程序敬拜，越来越可以经历神，按手祷告人可以经历神的工作，然后赞美主爱慕神也可以经历神的工作，圣灵可以帮助人的灵命，帮助侍奉神，帮助传福音。这个就是我的教导。灵恩派有什么教导呢？你们可以听，可能听过的，他们有些时候会说常常有攻击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有啊，魔鬼又攻击我了啊！我家庭有吵架了啊！我有病了，魔鬼在攻击。这句话有没有听过？但圣经里面强调什么了？我已经给你们权柄，践踏邪和邪己，要胜过仇敌所有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所以我说，魔鬼会攻击什么时候呢？人犯罪就攻击。但如果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亲近神，抗拒魔鬼，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所以不需要怕邪灵的，不需要怕魔鬼的。但灵恩派很多时都说攻击，就令人很惧怕，很惧怕这个攻击。有没有攻击啊？有，当人犯罪就有。当你爱慕神，处理生命里面处理任何的罪，有罪就求神赦免。但有些人说必有罪啊，有罪就求神赦免，尽力遵从神，神就必定喜悦，就必定保守，就不会有邪灵的攻击的。有人说你常常去宣教，又常常为人赶邪灵，魔鬼就攻击你。我说怎么会呢？圣经说我们遵从神传福音到地极，耶稣说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怎么会攻击呢？神与我同在，我有权柄践踏邪和邪子，他们不能攻击我的。所以我的信念就是说，神必定保护，就是人犯罪魔鬼才攻击。但在灵恩派中常常说这个攻击。另外他们常常说什么呢？他们好像将问题放在灵的身上啊，你有愤怒，我要赶愤怒的灵；你要怒气，我要赶怒气的灵。就好像问题是在灵的身上。我告诉你，的确邪灵会攻击，但很重要，很多时候是这个人的心没有遵从神，
在哥林多后书十章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征战是将人所有的信义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拆毁所有的营垒，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并将人所有的信义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圣经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是将人的信义夺回，让他完全的顺服神，拆毁所有的营垒，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这个是我们的属灵征战。但他们的属灵征战是什么呢？他们是赶地区的邪灵啊，这个啊，官印的邪灵啊，王他县的邪灵啊，你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宗教的灵啊，离开这个教堂。是不是你赶这个宗教的灵，里面就没有这个啊假的宗教的影响呢？你赶这个啊怒气的灵，他就没有怒气了。他们将责任放在邪灵身上。我会说，我们亲近神、尊重神，魔鬼就没有攻击的地方。但如果人犯罪，魔鬼就攻击，的确有攻击，但来源不是说基督徒就会被攻击，而是有罪被攻击。但灵恩派另有些常常惧怕啊，是不是有什么攻击啊？啊，你为我赶这个啊，这个攻击我的邪灵啊！啊，人有邪灵，我们应该赶，但很多问题不是赶邪灵，很多问题是处理生命、亲近神与神的关系，也不需要怕邪灵。所以我的教导跟灵恩派是有啊很明显的分别的，而且他们有些是不参重圣经，他们有些时候讲的道很少用圣经，但我是常常用圣经证明每一点的，每一点我都用圣经去证明的。所以我不是灵恩派，但我是圣灵充满，我是跟从圣经的方式去圣灵充满的。关于这方面有没有人有提问呢？关于灵恩派的分别。我就说我们就是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如果你不知道就不要担心了。灵恩派是很多时候去看中很多灵界的攻击啊，什么灵啊，很多很多他们教导很多关于灵啊，关于魔鬼学啊，怎样学习，怎样与魔鬼对抗啊，很多不同的方面的，他们在这方面的教导很多，但我觉得很多都不是圣经有说的。这个是另外的问题。如果你曾经拜偶像啊，这个我也可以为你赶邪灵看看有没有反应啊。其实我可以为你们所有人赶邪灵看看有没有反应，这个是另外的问题。的确有邪灵可以攻击基督徒，因为人的罪，人的软弱。这个可以是神的同在令这个邪灵彰显出来，但如果你多亲近神，这个邪灵就可能已经离开。但我会看看啊，我会其实这样看看。好的，所以这里说神想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见异象，老人做异梦，这个是神的心意。你会领受神的话语的，你们的老师多次听到神的声音，这个是他的恩赐。你们中间有人听到神的话语，见到异象，你可以告诉老师，然后他帮助你怎样更经历神。你也可以告诉我，如果你听到神的声音，见到耶稣的话，我想问你，你是不是有见过耶稣啊？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是不清楚，不清楚啊！你就多祷告，就看看是不是。但这个是的确是有的，圣经说的是有。但我告诉你，灵恩派有些时候也太看重预言，为什么呢？他们会说有一个先知今天来了，你们都来，他们就排队，每个排队等这个先知说预言。啊，我会这样说的。很多人追求这个预言是追求什么呢？
啊，他们很想先知对他说啊，你啊，今年神会供应你的需要，会降钱给你啊，你会结婚，你会生儿女啊，你的侍奉神很喜悦，他们都想听到这些话。其实这些不是先知最重要的工作，这些工作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亲近神，神的祝福我不需要先知告诉我，我尊重神，神的祝福，我相信先知的作用是什么，神只是他要走的路，这个是最重要。但很多人去找先知不是为这个目的，他们找先知是想啊，神鼓励他啊，神现在喜欢你啊，神欣赏你所做的，神要祝福你啊，这些圣经已经说了，我已经说了，我们尊重神，神就喜悦。例如你的老师领受这个方向也是这个限制性的恩赐，所以这个是可以使用就来的。好了，这方面啊，将来有机会再讲更多。有没有有现在有提问的可以问啊？说，请说。走过来，走过来，啊！就是我们老家的教会哈，我是山东过来的，我们那边1998年就开始圣灵充满，那个时候我才不到10岁，就是在8、9岁的样子，我印象当中也很深哈，那个时候我们是农村教会嘛，农村那时候的生活条件都是非常差的。然后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尽量讲到这个主题的你要问的。哦，好，那我先提问一个问题吧，就不说这个哈。因为圣灵充满在我们那一代确实引起很大的一个教会的分裂和混乱啊。当然这一个我先不提啊，就是我刚才在这一个课程当中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关于刚才讲到约翰的布道和保罗的布道哈。我个人觉得这个是非常个人性和特别性的，就是在圣经里面然后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用在今天把它推成普遍性的布道的话，我还是暂时还不能接受这一点。其实圣经不是说布道是跌倒，你可以坐下来啊。另外在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十章也说他见到异象，他就完全的无力跌在地上，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另外的例子，历代志下5章，历代志下5章最后几节讲到120个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神的荣耀充满这个殿。所以不但是他们，是很多人，你们中间也有人都很多有摇动。所以这个就是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灵的工作不但是影响我们的内心，也影响我们的身体，也会我们的身体可以感受得到的，你可以感受到圣灵的能力，这个能力加强的时候你会感受这个力量推动你。这个就是这个我的回应啊，圣经说的这4个例子你可以看的。好的，时间多了哈。好了，我们下午再讲，但重点是你们学有这个渴慕圣灵的心，渴慕被圣灵充满，渴慕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也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们现在转过来哈，现在就是转过来啊，在这里全都转过来，我们一起祷告。哦，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你们尽量投入，闭上眼睛，不要说话。投入，每个人投入。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耶稣在我身旁，耶稣在我心中，耶稣。耶稣，攞我手机。耶稣在拥抱我，想着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在我身旁，耶稣在我心中。耶稣，耶稣，
耶稣在拥抱我，站近一点。喜欢神，渴慕神，神的同在。应该不是了，就应该有经历先是了。神会临到我们身上，投入的祷告，专心祷告。耶稣，耶稣，相信耶稣在讲你旁边。耶稣在我身旁，耶稣在我心中，耶稣，耶稣，耶稣在拥抱我。赞美主耶稣，感谢主耶稣，赞美主耶稣，耶稣真好啊！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亲近你，我们需要你。耶稣，你们跟着我去讲，哈利路亚。耶稣，闭上眼睛，投入，不要说话，不要谈话。耶稣，站近一点，站近一点。我希望你们渴慕圣灵。我告诉你，圣灵充满不是容易得到的，讨神的喜悦是容易的。圣灵充满不是容易，为什么？圣灵充满是极高度的关系，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够建立这个圣的关系的。所以你就相信渴慕 全心的委身于神，神就越来越充满你。所以不要谈话，专心，不要谈话，不要谈话。我一边说，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神你真美好。闭上眼睛啊，神真美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你对我真好，神真奇妙，神真奇妙，神真奇妙，你对我真好，神真可爱，神真可爱，神真可爱，你对我真好，神真奇妙，神真奇妙，神真奇妙，你对我真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感谢天父，赞美天父，天父真好啊！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专心。想着耶稣，专心想着耶稣。耶稣，我爱你啊！耶稣，我爱你，我看中你，我爱你。耶稣，我爱你，匍匐在你面前，赞美敬拜你。主我王，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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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们爱你。耶稣，我爱你，匍匐在你面前，赞美敬拜你，主我
望，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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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求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灵，奉耶稣的名充满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将我们里面所有的邪灵都赶出来，帮助我们投入的爱主。耶稣，帮助我们投入的爱主，真的真理为大，神是荣耀的，是全能的，能凡事祝福我们的。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个，所有的邪灵拜偶像的邪灵都要离开，所有中间有邪灵的，奉耶稣的名，这些邪灵都要离开。神啊，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更新我们，在我们里面做工，将我们里面任何的邪灵都赶出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你，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神啊，将你的灵充满我们，将里面所有的黑暗的权势都赶出来，帮助我们全心的爱主，全心全意的爱主，倚靠主，仰望主。神啊，与我们同在，神啊，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有的邪灵要离开，黑暗的权势要离开，拜偶像带来邪灵要离开。哈利路亚。在这个祷告中，你有没有什么感受？有没有觉得不舒服？觉得好像有开始，你手按在我头上，就感觉有一种电流的感觉，然后就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有没有不舒服？有没有地方不舒服？后来有一点不舒服。哪里？就是这个地方。风也是，你现在有没有？现在有没有不舒服？现在还有一点。奉耶稣的名释放他的灵，一起祷告，你们投入祷告，你们渴慕神就渴慕，就投入祷告。你们没有信祷告的，请你离开。你们玩的，请你离开。玩的，后面的，你们玩的，请你离开。我现在感觉，你们留下来的，请你投入哈。奉耶稣的名，所有邪灵要离开。奉耶稣的名释放我们的灵，赐给我们平安、轻松、喜乐，医治我们的心灵，与我们同在。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现在觉得怎么样？觉得你呼叫出来，胸闷的感觉。哈利路亚，就将里面的重担呼叫出来。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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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这个不舒服有没有走？你继续祷告，继续。我们亲近神，在神的同在之中，神来帮助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恳求圣灵充满我心，恳求圣灵释放我，恳求圣灵融化我心，恳求圣灵改变我，恳求圣灵充满我心，恳求圣灵释放我，恳求圣灵融化我心，恳求圣灵改变我。耶稣，耶稣，求你灵释放我们。现在拿个相机。释放我们的灵，主啊，释放我们的灵，叫我们有自由平安，叫我们有充满喜乐。释放我们的灵，完全的自由，帮助我们建立与神的关系，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
哈利路亚，感谢天父，赞美天父，赞美天父，神啊，安慰我们的心灵，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灵，感动我们的心灵，与我们同在，你的爱拥抱我们，拥抱我们，释放我们的灵，感谢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不是感受神的爱啊？神的爱啊，是怎么样，可不可以形容出来的？是怎么样，可以形容出来吗？一想到主耶稣就感动到流泪。哈哈，这个就是神的爱临到我们身上。我希望我们都建立这个与神的关系，这个就是你真的喜欢神，很渴慕神，将生命放在神的手中，神就祝福你。哈利路亚，感谢天父，赞美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了，祝福你们，因为我们时间不多，现在是吃饭的时候，然后我们下午再继续。但你知道一点，圣灵充满不是每个人都得到，经历圣灵很多人可以经历，充满是保持充满，必定委身，必定全心爱主，才会被圣灵充满。